吃这么多，睡也睡不着，你是猪啊！哇，怎么了？你也是太饱，睡不着。可以啊，秦莫言，这不是刚刚那个……秦莫言，你该不会是为了这个玩偶偷偷跑回去买的吧？没想到啊，你这个人也挺浪漫的嘛。这只不过是给宠物买的玩具，我听说别的养宠物的人也会给他们的宠物买相同的东西，仅此而已。这么傲娇啊！你看流星哎！你快许愿！我跟你讲，在我们那个世界啊，要流星的话就许愿，许愿的话就会成功。快快！你许的什么愿啊？没许。你要听我许的愿吗？我说给你听。不想听。我许的愿望呢，就是我希望有一天，我们两个人每天都会在。你知道我许的什么愿吧？你这个小可爱，有没有想我啊？晚安，秦莫言。